在我一边囊瓜都是一坨坨儿麻，一坨儿都要上什么了吗？俩不是机器，机器最后塔好了。这进去好炒了，我是古仙哦，我把它每次给我来炒的，我半年里面我就把它吃了。你要不吃？哎，我在那炒芝麻。苹果买这几个的。做苹果肉，苹果饼。嗯。你苹果我们这干的知道吗？好。吃五了的，哎，我饼给你是吧？苹果屁股好长啊。是啊，红妹，红妹，红妹，你这一天得红。你要干什么？想看到这。你看不。我这个都，我吃不了。好吃，南瓜饼。我一会儿就南瓜包子，我给你。有。你都进来一样的。满足。好吃。还有这个的，还有我们粉丝的我不要的都。嗯，不要吃。不要吃，我要吃，不要吃，你不要吃啥的，你不吃啊，把嘴巴。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我说，这是啥？嗯。我叫说那个姐姐，我跟她说。又来一包圈儿，那个花篮。别说这个话。别说这么说。嗯，狐狸卡给。你现在应该跟我们说普通话好不好？说中文。芝麻，芝麻呢？哪里是芝麻？这个啥？芝麻。芝麻，芝麻啊，芝麻的可对哦。做大饼吃。芝麻就是芝麻，知道不？菠萝菠萝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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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菠萝菠萝蜜。你是为了拍配合我拍吗？一个红，一个桃，一个鸟，一个。这都是在，嗯，在日本没见过的菠萝蜜。那你有吗姐？没得，我没见过。那我们家两个孩子在我们这块住的还挺好的，感觉他们俩很开心。如果有条件的话，我们住个半年，小家伙的邻家的中文肯定会特别好。我不信，我气了好几坨味儿。那好香味儿。你给我往个多点不成吗？我就多玩了吧。多玩比四玩也不得了，那豆腐的。够了，我四玩了豆腐了。肯定的豆腐的。妈妈。妈妈。芝麻。芝麻。你给姥姥说话，告诉我。这是什么啊？这是什么？有吗？妈妈。好棒。你啥时教教我？还是二五，我家还普通话白教了。这个香呀，好香啊！嗯，好香，等会儿我给你吃，好不好？完了。刚刚姥姥害你，她没有放糖的，她给你尝的。放糖就甜。嗯，那会有点苦。放点糖，鼓点。放糖就好吃，是不是这样？再来吃一点了。好甜，好甜呐！这样很甜的。嗯，对，你尝尝。放糖的就好甜。这样，对吧？不吃啊，妈妈吃了。吃不吃？我吃了。好吃吗？好甜是吧？在我们这啥都能吃到啊！嗯，哦，那是鸡吃了。今天，哎呀，鸡食。这儿来。好吃吗？哈哈哈哈哈！外婆做的芝麻蟹好吃吗？太甜了，不能给你多吃饱。这个家伙一开始说不吃，后来吃上味儿了，一直盯着我妈要。
看你的牙齿。不行，走边上，你们要不然我们就回去了，不听话。哎、我把他这个袖子给他这样弄一下。这样搞得太难看了。啊，等一下，转就两边都转的。不要。没事。好、啊，不要。不能走边上，牵着他手。对，牵着他，跟姐姐走。妈。慢一点，对了，中间走，走中间，走到中间，走中间去。手得好好守护护着。对，不要走草上。不要他摸草，守护。不要摸草啊！手上弄的还痒。